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请看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弟子答言：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足百难尽。我们刚才讲到，光目女的母亲呐，从地狱啊。脱生出来，投到了光目女家里的一个奴婢，啊，做奴婢的孩子，啊，三日啊，出生三日啊，就对他，啊，这光目女啊说话，啊，讲自己就是他母亲，啊，自己呀，堕到了地狱里面去受苦。啊，因为光目女的功德得以脱生，那么光目啊，就也想知道啊，地狱里面的事情啊，所以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啊，其事云何呢？”啊，地狱里面的这些事情啊，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弟子答言呐，啊，这个最苦之事啊，不忍承受啊，在地狱里面受的苦啊，是没办法啊表达出来，也不忍心呐说得出来，太苦了啊，说不出口啊。啊，百千岁中啊，足百难尽。纵然在百千年里头啊，想要去形容地狱苦报的一二，都难以去形容。啊，这是讲地狱的苦啊，真的。啊，他母亲。亲身感受的啊，要说也说不尽的。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白空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13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光目女听她母亲呐这样的回答，啊，真正感觉到非常的悲切啊，这个涕泪就是在那里哭啊，啊，流眼泪呀，豪气就是放声大哭啊，哭到啊。声音都哭不出来了，啊，这是啊，为他母亲而感到悲痛，真是母女连心呐，啊，母亲的痛苦就是等于自己的痛苦，但是更悲痛的是啊，自己没办法代替母亲受这个苦，啊，因为呀，啊。因果是自作自受啊。那么他向着空中啊，这个去讲话啊，去发誓啊，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啊。那么当时没有佛像。他只能向空发誓，
啊，发誓什么呢？希望自己的母亲永远脱离地狱啊！必13岁，13岁这个寿命啊，过完以后啊，这是这个做奴婢的孩子啊。那么这一个寿命完了，报身尽了，更无重罪呀！不要呢再犯重罪了。不要再落恶道，这是发誓祈求感应下面经文讲都是继续说：十方诸佛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及四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去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称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这是光目女发大愿，祈求十方诸佛慈悲哀悯。能够听我为自己的母亲发广大的誓愿这个誓愿是什么呢？就是若使我的母亲能够永离三途，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以及下贱人那么乃至呢，女人之身，就希望他母亲永远不再受苦了。不仅不在三恶道里面受苦，连人道的苦痛也不要去受。这下贱，这是自然受贫贱之苦女人。你受的苦比男人要多这是希望呢，自己母亲永远的永劫不受真正彻底离苦得乐那我要用我真实的愿行功德，让我的母亲达到离苦得乐所以光目女发的是真的愿她由孝心当中发出真实的菩提大愿，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这是当时的本师佛能够在佛前将来发愿，去后百千万亿劫中，从发愿那天开始算起，百千万亿劫这是无量的时间尽了未来际，没有穷尽，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这所有的世界，这虚空法界里面任何一个世界有地狱和三恶道的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些恶道的地狱，让那些
受苦的众生啊，都能够得到救拔。啊，广目女啊，誓愿救拔苦难众生。啊，这些众生也像他的母亲一样啊，啊，受过地狱的苦痛，所以他有孝心呢、啊，啊，产生啊无量的大悲心，啊，希望能够救拔一切罪苦众生，令他们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永远离开三恶道。啊，正所谓呀、啊，地狱不空啊，誓不成佛呀、啊。啊，如是罪报等人呢，尽成佛境，他们这些众生啊，通通都成佛了。我然后啊，方成正觉。啊，这正觉就是成佛。啊，如果有一个苦难众生还没有脱离恶道的，还没有成佛的，我不愿成佛。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啊，那么发出这样的伟大的愿心，当然就会有真实的修行。所以地藏菩萨从久远劫前一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的力行落实他的大愿啊，所以这种啊孝感，这种发心，这感应啊就不可思议了啊。我们来看经文，发誓愿已，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这个愿呢、啊、刚一发完啊，马上就有感应了啊，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啊，这个具就是啊具足啊，闻就是听到啊，这个清清楚楚听到佛的声音，佛没有现象啊，只是呢用声音，那么这种感应啊非常的明显了啊，是这个显感显应啊，佛亲自来啊告诉他说：光目啊，汝大慈悯啊，你发这样的大慈悲愿啊，能够啊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啊，为了自己的母亲啊，发出广度罪苦众生的大愿，这是非常之善呐、啊！啊，这是佛对光目女的赞叹啊。那么下面呢，佛是说有什么样的效果？五官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矣，生为凡智，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解，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这佛告诉光目女啊，说我看你的母亲这一报身完了之后，他十三岁啊，这婢子
这报身舍了以后，那么下一次投胎呀，就不会堕恶道了，身为凡智。那凡智啊，就是在婆罗门教里头的修行人，称为凡智。那么他也是变成一个修行人了，虽然呢还不是佛教，但是呢他知道修行，他能相信因果了，而且他的寿命啊可以活到100岁，这福报很大了。那么过世报后呢，做这个凡智这一生啊，100岁完了，他就会升到无忧国土。这个无忧国土就是极乐世界。这寿命啊不可计劫。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无量寿啊。所以啊寿命啊是不可计劫的。而且极乐世界的人一生成佛，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他所度的众生真的哪一个世界有缘，他就到哪个世界去度众生，到哪个世界去示现成佛不仅是度人呢，而且度天，六道通通都度度生的数目啊如恒河沙呀恒河里多少沙呀，不计其数所以真正是无忧首先第一个是无再落恶道之忧了不会再到恶道里，甚至连下贱女人之身都不受极乐世界是通通男子身的通通具32相80种好那么不仅是这个没有恶道的优步而且呢他身为凡智做修行人容易修成外道，也没有外道的优步真正是趋向大菩提大涅槃所以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当生成就的法门我们这一生想要成佛，最快速最稳当的就是求生极乐世界了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辅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事，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事。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这是佛在刀立天宫这个法会上对定自在王菩萨的开示，也是对我们的开示这是给我们总结了这一段公案说当时这位罗汉福度光目的这位法师是谁呢？就是无尽意菩萨罗汉当时还是小乘的一位
圣者，还没有证得大乘果位啊。啊，当时教导光目女啊，念佛救度他的母亲。那么现在呢，这位罗汉已经成了无尽意菩萨了啊，是等觉菩萨了。那么这个无尽意啊，这个名号是说明他的愿行呢、啊、都啊无尽的。那么光目女母呢，这是原来堕到恶道里去堕到地狱里的啊这个人呢，现在啊即解脱菩萨时，解脱菩萨也是等觉菩萨啊。你看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他的名字啊，一开头啊法会来起的时候，这十六位菩萨解脱菩萨属于上首菩萨之一啊。那过去是谁呢？原来是啊因为杀生啊毁骂而堕地狱的光目母啊，现在都成了等觉菩萨了啊。他从极乐世界呀、啊、再来呀、啊。啊，他往生无忧国土了，现在呢以等觉菩萨的身份啊参加这次的道理大会呀、啊。啊，那么光目女母是谁呢？啊，光目女是地藏菩萨时。啊，所以啊我们才知道地藏菩萨久远劫来真的发的无量的愿行啊，真是不可思议啊，所度的众生通通都成了等觉菩萨了，都成了佛了。嗯，他现在还在啊菩萨的位置啊，誓不成佛啊，众生度尽了他才成佛。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地藏菩萨因地上就是修孝行的啊，地藏的大愿就是从孝心里出来的啊。那么真正啊孝顺啊孝养父母最究竟圆满呢、啊、必须要自己啊成圣成贤啊。古人讲啊，一子成道九主升天，如果你真正这一生有成就了啊，最起码你断烦恼啊，或者是最起码你能够啊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么你过去的父母你的祖先通通都能超生，真正帮助他们啊离苦得乐啊。所以地藏菩萨为我们表演的是大孝啊。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都在发愿，发的愿呢是无量无边，叫恒河沙愿，都是广度众生。他所度的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的众生。请看下文。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
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欲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示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这个未来世中啊，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啊，佛已经灭度了3000年了啊，我们现前的众生就是佛在经里面所讲的未来世中啊。那么若有男子女人，这个男子也好女人也好，如果是不行善的啊，甚至是造恶业的，那么这个果报啊必定是恶道啊。下面呢举出这些恶业一些条目啊，有几大类，乃至不信因果者啊，不信因果啊，经上讲的就叫一禅体啊，他什么都敢造了啊，他天不怕地不怕了，没有因果嘛啊，做了恶事啊可以不负责任啊，他这样的一种邪知邪念啊，必定啊造啊无量的罪业，所以啊将来的去处必定是地狱啊。那么邪淫妄语者啊，这是邪淫代表的是身业，身造作的杀盗邪淫。那么这邪淫呢、啊、统统的代表了啊，妄语，这妄语就是说假话，妄而不真呢 啊欺骗众生，自欺欺人呢 啊那么甚至两舌恶口者，两舌是说谈人家的是非呀，讲人家的坏话呀，在人家的背后造谣生事啊，博弄是非呀啊。恶口这是骂人呢、啊、粗言乱语啊，乃至毁谤大乘者，那这个恶业就更严重了啊！大乘佛法能帮助我们一生永脱轮回啊，圆成佛道，这是无上的法宝啊！他竟然毁谤啊，说这是迷信，劝导大众啊，啊，不要相信佛法，啊，批驳啊这些啊佛教，造啊阿鼻地狱的众业。那么如是诸业众生啊，造作这些恶业的，必堕恶趣啊，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啊。人生短短几十年的光阴，为什么要造这些罪业啊？造了这个罪业，一堕到恶趣，那叫动经易劫了啊！这是啊，愚痴的人干的。
啊，那么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正是这些恶业的众生。啊，他们在造作恶业之后啊，将要堕落了。如果有一个很殊胜的因缘，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啊，这位善知识啊是老师啊，他知道地藏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能够在这个时候劝导这一个恶业众生啊，皈依地藏菩萨啊，乃至时间很短了。一弹指的时间，这是非常短暂的啊，能够皈依地藏菩萨啊，这个皈就是回头，依就是依靠啊，从恶业那里回头啊，他忏悔自己所造的这些恶业，真正回头。回头是岸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了，人只要回头就有救啊，造作再重的恶业都有救，只要肯回头。如果不肯回头，那么等在前面的就是地狱三途回头过来之后啊，依靠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代表孝亲尊师啊，我们以孝亲尊师的法门啊，地藏菩萨也代表十善业道啊，它代表心地法门。那我们有这样的殊胜的因缘，能够明了啊，这个心地法门，这个缘是很不可思议的啊！真正抓住这样的机会啊，我们依善知识的指点呢，觉悟。依教奉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我们就可以啊，把恶缘给断掉了。啊，过去生啊，乃至今生所造的这些恶业，这是恶因呢。这因要有缘才能结果。啊，就好像一个种子。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土里头啊，浇水啊，有阳光，有各种各样的条件，才能让这个种子啊发芽开花结果啊。如果你把这种子放在一个玻璃瓶里啊，放到冰箱里储存，那你过100年它也不可能啊开花结果啊，所以那个缘就很重要了。看你把这个种子放在哪里呀？啊，那过去的我们造了，没办法挽回了。这个因依然存在，它遇到缘还是会结果。那我们现前能做到的，就是把恶的缘给断掉，不让恶因结果。啊，我们努力断恶修善，让那个善的因呢，我们过去生中也造过善因呢，也造了很多。那么在我们现在呢，断恶修善的这个善缘这里，让它首先开花结果，啊，那就不至于啊堕恶道。所以啊，世诸众生啊，
既得解脱三恶道报。把这个缘断掉了，你就不用堕三恶道了。如果还不肯回头，还迷在这个恶业里面，不肯忏悔，那么将来必定堕三恶道。请看下文。若能至心归敬，即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祸福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圣妙乐。若天府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这是讲地藏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呀！如果你能够啊，至心归敬啊，这个至心就是真诚心。不怀疑，不夹杂，这心里面呢，丝毫的妄念呢，都不能够夹杂，完全是真诚恳切，全身心呢归向，这个敬啊，归是皈依，敬是恭敬。印光大师说呀，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真能够至心归敬的，你得的利益呀，就能圆满了。光目女为我们做的这个样子，她就是至心归敬的。所以得到殊胜的利益。瞻礼赞叹这里瞻是瞻仰礼是礼拜赞叹是为人说法。那么对地藏菩萨，我们不仅自己皈依敬仰瞻礼，更重要的是要依教奉行，自己契入境界才能够为人演说呀。演说就是赞叹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刀立 大会里头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赞叹。那你今天能够念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在赞叹，赞叹地藏功德。你能够为别人讲这部经，讲地藏菩萨的功德，讲地藏法门的殊胜，讲孝亲尊师的重要，你也是在赞叹了。甚至你念地藏菩萨的名号这也在赞叹了。别人听到这句名号，一粒耳根呢，永为道种所以这个赞叹必须要自行而后化它。那么香花衣服种种珍宝祸福饮食这些通通都是供养的器具，那么它们都是表法的意思。
我们呢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才不要我们的供养了啊！我们供养这些东西是表达我们诚敬之心，明白这些供养具的意义，能够唤起我们的信德啊！这供养的功德就在这里啊！所以香代表什么啊？代表信，我们对地藏法门的信心啊，对地藏菩萨的信心。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这个往生净土啊，最关键的是信愿啊，信心是很重要的啊，真能相信才能够发愿啊，信愿具足必生净土啊。所以这个香啊代表信，它也代表戒定啊，戒定真香了啊，代表五分化身香啊。那花代表阴行，花必结果啊啊，所以花是阴呢，将来有果啊，你修善因必得善果。所以供花是提醒我们呐、啊，修因正果。那么衣服啊，这是供养地藏菩萨的袈裟啊。那么衣服代表忍辱啊。古代袈裟，你看修行人穿的袈裟叫粪扫衣呀、啊。别人穿旧了的布啊，扔掉不要了，他把它捡起来啊，一块块的把它裁下来，还能用的裁出来呢啊，缝在一起啊，缝成一件衣服啊。然后呢把它染色啊，因为布料的颜色质地不一样啊，要通通染成一色的。像现在染成这种咖啡色的，这叫染衣呀。所以袈裟啊，是代表啊，出家修忍辱行啊。这种种珍宝啊，这珍宝就是我们世间人所喜爱的啊，所重视的。金银珠宝啊，那么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啊三宝啊，佛法僧这三宝啊，比世间的珍宝更可贵了。世间的珍宝只能帮助我们解决物质上的困难啊，解决贫穷之苦啊。佛法这佛法僧三宝啊，能帮助我们出三界轮回呀、得到究竟圆满的快乐啊，永脱轮回至涅槃乐，是这个是真正的宝。那么饮食啊，像我们吃的那些面呐、米呀、这是世间人赖以活命的。那么供养出家人饮食，这对出家人呐、供养啊，我们说四世供养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啊，这是啊，一个人生活最低的要求啊。我们呢供养啊出家人啊，这让出家人呢、
安心办道啊，帮助呢佛法呀振兴啊，在这个世间呢弘扬啊圣贤的教育啊。所以我们这些供具都要明了它表法的意义，关键的是依教奉行啊，如是奉事者就是依教奉行啊。啊，我们在日常当中啊，生活当中啊，能够这样的如理如法的修学啊，供养地藏菩萨啊，供养三宝，以这种至诚恭敬的心供养啊一切众生啊，这功德就很大了。那么所得的功德是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啊，常在诸天受胜妙乐啊，福报啊不可思议啊！啊，在百千万亿劫中啊，享天福啊！啊，那么若天福尽啊，下生人间呐、啊。还有余福啊，从天上下来之后啊，还能够啊在人间啊有百千劫成为帝王啊，啊帝王是人里头啊福报最大的啊，你看供养地藏菩萨，真正依教奉行，得这么殊胜的福报。那么下生到人间还能忆宿命因果本末，忆啊就是能够啊记忆啊，把过去生中啊百千万亿劫的事情啊通通能够记得起来啊，这因果本末，这是讲啊为什么自己能够啊有这一生的福报，他能够记忆起，是过去生中啊，啊，好久以前曾经供养地藏菩萨，曾经依地藏法门修学，啊，后来升天府，在下生人间做帝王，啊，他能够记得起这个因果呀。那么能记这些宿命因果，就不会堕落。啊，他就明了啊，要修福啊！啊，过去是因为修福才有现在的福报，现在如果不修福，来生就苦了。啊，所以他能够回忆过去因果本末，他必然懂得修福，他就不糊涂。啊，现在你看很多人享福，一享福就糊涂了，啊，就忘记了。修福了啊，那么这些啊，通通都是啊，地藏菩萨的加持啊，感应道教啊，众生以真诚恭敬之心来感，佛菩萨必定有应啊，所以感应的道理啊。关键是至诚，至诚感通了，心不诚就感应不了啊。那么我们会问了，为什么供养地藏菩萨得到这么殊胜的利益呢？这是因为啊，至心归敬地藏菩萨啊，真正以地藏法门修学了，这是回归本性啊，
地藏是代表心地，我们的本心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只要我们真正啊回归本性，以心地法门修学，从孝亲尊师做起，从修十善业做起，必定得啊自信功德加持啊，这些殊胜的利益啊，通通啊是可以得到的。啊，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依啊心地的功德而建立的。啊，能够随顺性德啊，自然呢、啊、就能够得啊无量无边的福报。如果不随顺性德，那么违背性德的啊，造恶业啊，必然呢、啊、得恶报啊。好，请看下面经文：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广宣流布。世尊在这里啊，叫着地藏王菩萨啊，这个定自在王菩萨，叫着他的名字啊，对他有非常重要的开示。啊，他说：“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刚才世尊为我们呢、啊、略略介绍了啊，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啊大威神力啊，要如果要说。是说不尽的。地藏菩萨呀，广利众生啊，他所做的事情是利益啊一切众生。那么利益众生，不仅是地藏王菩萨的愿望，也是所有佛菩萨的愿望啊。所以佛啊，叮嘱啊。附托定自在王菩萨说，汝等诸菩萨，这里包括定自在王菩萨，还有与会的诸大菩萨了，无量无边的菩萨了，当记是经啊，要把这个经记在心里啊，不要忘记了啊，要把孝亲尊师修十善业的这种地藏法门广宣流布啊，广为的宣传啊，流通散布啊，为的是让一切的众生啊都能够啊懂得地藏菩萨的功德。都能够啊，以地藏法门呐、啊、去修学，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回头是岸了，不至于啊堕落恶道啊。啊，那么这里的对象啊，主要还是啊恶业众生啊，恶业众生，首先让他们呐、啊。的人天福报啊，才能够谈得上啊，啊，脱离六道啊，啊，永取解脱了。所以《地藏经》啊，这部经里面讲人天福报，
讲的特别多。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世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定自在王菩萨啊，听到世尊的啊嘱托，直下承担啊，他对佛说：“说世尊呐，啊，请您老人家不要忧虑啊，不要牵挂啊，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等觉菩萨，所有的登地的菩萨，啊，这菩萨摩诃萨是指啊实地的菩萨呀，啊，所有的这些大菩萨了，必能成佛为神，啊，我们会承蒙啊佛力威神加持。这是定自在王谦虚的话啊，实际上等觉菩萨不需要佛的威神，他也能够做到，但是他这里啊还需要得佛力的加持啊，表谦虚恭敬啊，这是性德了。另外啊，这种工作做得会更圆满啊。广演世经，就是在阎浮提呀，啊，广演世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弘扬孝亲尊师这个根本法门，使众生得到啊真实的利益，啊，这是所有的菩萨都随喜地藏菩萨了。啊，随喜功德啊，那么这里特别讲阎浮提，是指啊，阎浮提造恶众生啊特别多，所以佛菩萨特别的慈悲怜悯我们这些恶业众生啊，这也是我们的运气和福报了啊。那么说完这个话。啊，定自在王菩萨呢，白世尊已，啊，合掌恭敬啊，坐礼而退。啊，他请教完毕以后，啊，向佛合掌恭敬坐礼。啊，这都是啊，表现的礼敬，啊，退回呀，啊，自己的席位。啊，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呢先学习到这里，不妥之处，请各位多多的指正。谢谢大家。